阿布阿布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玩？日月潭。去日月潭哈。九族，好的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走，出发。我们第一站来到指南宫，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，人比较少。我们已经拜完了，我们要回准备再往下一站出发。Hello， 我们来到行程的第二站，我们现在在象山游客中心，这个是日月潭，看一下，这是日月潭。我们现在在日月潭的一边，好，对。这里是象山游客中心的伴手礼专区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东西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商圈，看一下，这边是游湖的，就是可以搭船游湖的地点。看看看，现在的水位非常的低，几乎都没有了，没水了。对啊，都没水了，没水了。现在船呢？马上可以坐。今天我们来的时候早上还有下一点雨，现在已经没有在下雨了。你看现在整个山区都是雾，对，雾蒙蒙。那一只瘦瘦猫头鹰在这边，这是划鸭子船。日月潭第一站，我们抵达日月潭的第一站，先来买这个做不复卖高丽菜包，素食也可以使用的，一颗五十。你好，两颗。好，你要放好这两颗。这边拿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边拿。这边拿。对，你要加辣椒吗？对，要加中辣，加这个，对。你加，加。第二家，我们来到烤小米马吉，1份60，我们点黑台海苔口味的，目前在等待中。拌饭鸡翅，第三站要加辣，加辣才是经典。这是拌饭鸡翅，一定要加辣才好吃哦。来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好吃，好吃哈、哦，它皮脆脆的，皮脆脆的，好。流山哥石板烤肉，我们今天点的是石板山猪肉。香肠什么口味的？麻辣臭豆腐，
萨姆红茶卤豆干，干本人。这样子一只吗？一只，好，六十，来，给你。好。等下，等下，吃点，吃点。好。哎，可乐酱，小心烫哦，趁热吃，谢谢。来，干。阿布，我们来到了日月潭缆车，缆车搭缆车的地方。对，他如果说汽车要进来哈，是收费，然后一台车是120块，停车费。走，我们往下走吧。下走吧，去搭缆车。哦，今天天气好好哦。真的，昨天来的时候还下大雨哦。今天太阳多大？你看看，哎呦。这边是缆车站。等一下我们走过去，目前的话缆车还没有开始运行，我们是第一批。好了，十点了，我们终于要进去了，搭缆车了。缆车在这边，走，我们开始往前走。这边好，真的要早一点，尤其是假日。嗯，我们大概9点不到就进来，然后对排队9点半买票，十点9点半买完票又排队，再等10点的缆车开通开始进场。嗯，然后它这边有一点餐厅，有一些餐厅，你看现在再继续进入中，还有狗狗，可爱的狗狗，缆车。还有分水晶缆车、一般缆车，我们选择一般缆车。我们买的是九族文化村的票，里面就有包含缆车来回。我们到达上面的搭乘室了，准备，等一下准备搭乘。好了，我们上车了。上车坐，这个缆车一个人要坐6个。没有，是因为现在人多，所以一定要坐满。好，出发，对，出发。哦，这个树很漂亮哦。对呀，后面是我们的日月潭缆车站，我们现在往九族文化车缆车站。我们抵达九族文化村了，九族文化村，请期待我们下一支影片哦。红茶，嗯，还不错，香，还不错，味道很好。那个吃茶叶蛋，哇，个茶叶蛋哦，好烫哦，烫烫烫，把它撕开，烫死你，装蛋，蛋壳。来试试看有没有卤的入味。对，嗯，哎，还不错，很有味道吧？很有味道，啊，稍微一点干干甜甜的，好，对，不错，嗯，很香，嗯嗯，它很香，好，保密盒，保密盒，后面有一个小保密盒。这是海洋巧克力的巧克力酥。
我们现在来到了清风皓月的景观餐厅，它是可以用餐，然后也可以泡竹汤看风景的地方。这边是二楼，可以边泡脚边看风景的地方。那他会准备热汤给你泡，然后还有饮料跟一个奶酪甜点。因为今天来的比较晚，所以现在泡脚泡要等3个小时，我们就没有进去了。